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峰。今天呢，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蜂群模拟器》。哎，这款游戏非常有意思啊！我们现在看到没有？是一名养蜂人，来到一片蜂群农场当中，旁边有非常多的其他玩家。刚开始口袋里看起来就只有2到3只小蜜蜂，我们呢为了养家糊口，必须要努力赚钱，依靠这2到3只小蜜蜂不断去壮大我们自己的蜂巢。初始呢，它会给1到3只小蜜蜂，是1只黄的，2只白的。黄的这只是最普通的蜜蜂，白的叫做轰炸蜂，它的爆破效果可以让花粉瞬间爆开，然后能采集更多花粉。好了，第一步我们先去旁边的花丛当中采摘一些花粉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个炸弹，它会炸到一片，然后采摘一堆的花粉。我的背包只能容纳200块，所以采满之后呢，就可以返回到蜂巢附近，让这帮小蜜蜂去帮助我一起去酿造它。我的天，它有多少只蜜蜂啊？开始，然后呢，我的蜂巢就会把花蜜放过去。呜呜呜呜呜呜呜！好，我们现在有1400个花蜜，可以。哎，瓢虫，等会儿，哎，瓢虫在打我，但是我的蜜蜂进攻，打掉这个瓢虫，会，干掉之后，哇，好多花粉，好多蜜蜂，哇，全部拿到 ，nice， 这个爆炸蜂真的好厉害，它每爆炸一次呢，可以让我获得大量的蜂蜜，哦，好，哇，有一些蜜蜂有水球、火球等等，蜂蜜有点类似于像钱一样的道具。要想提升我们本身蜂蜜的质量，可以和这几只小灰熊交谈一下。来，蜜蜂是不是很棒啊？他们负责采花粉、酿蜂蜜，甚至能保护你不被攻击。你知道吗？有些蜜蜂比其他蜜蜂更加厉害，总共有4个等级：普通、稀有、史诗和传奇。普通蜜蜂外观行为并无二殊，但稀有、史诗和传奇则有不同的类型。它们全部拥有特殊技能，有些更快，有些更强，甚至有一些可以通过食物来强化。你很难从普通蜂卵中获取，所以银蜂卵至少保证出产稀有蜂蜜。接下来任务可以送我一颗银蜂卵，但是不要想着太容易。首先，他让我收集500个花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跟着他去做任务。哇！你看这个小伙伴的这个玩家，这是个联机的游戏。这个玩家这么多的蜜蜂吗？空中飞的，我的天哪！我感觉我这2只爆炸蜂外加1只普通蜜蜂，好寒碜呀！而且我们的采集速度好慢。啊，熊哥，我来了。我们要去交易一个传说级的蛋，漂亮！这份奖励让你走得更远，再做几个任务，银蜂卵就是你的了。给了500个花蜜，接下来我需要你从红花中收集600个花粉，需要600点红色花粉。哇，找到了葵花籽，这也可以吗？哎，这里有个商店，我们去商店看。打开商店，可以购买各式各样的东西，罐子可以装650份蜂蜜，加750的东西，买一个这好。然后我的背包现在就变成一个大瓶子了，这个玩意儿现在装的蜂蜜就多了。我们现在背包已经扩充，就是这个背包能拿到更多的花粉。哎，这蜜蜂还会，哇，什么东西？我挖出一个什么东西？蓝莓。能提升大量的好感度，哇，这种开采途中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啊。黑熊们交谈，好吧，这里奖励是来抓住你的，还有两个任务是银蛋是你的，还有两个呀。他给我们了650点花蜜，有了蜂蜜之后，我觉得可以再购买一个新的蜜蜂蛋来看一下。打开商店，花4250蜂蜜购买。哦，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啊，你孵化出了一个常见的蜜蜂啊，一个普通蜜蜂，各方面都不错，工作勤劳又勤奋啊，只是一只普通的蜜蜂吗？哎呀，我还以为会拿到一些强力的蜜蜂呢。好吧，现在就有4只了，2只黄的，2只白的，来跟我继续走。哇，每次天亮之后，哇，好多，哇，我好多蜂蜜在这里啊，1000多点。每一次下雨之后，花丛当中会产生蜂蜜吗？哇，这太多了！我的天，普通蜜蜂升级了！哇，快！我觉得这个游戏是勤劳毁一生，主要要闲逛一下。这个蜜蜂在采摘的同时，有可能会采摘出一些别的东西出来。哇，我去，看到没有？这什么东西？各种食物，还有小熊。哇！8000多，可以试一下我的运气啊！再开一个，
嘿，不好说，有几率会产生其他颜色品质的东西。来，它是一只普通的峰鸾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。嘿，是，哎呦，又是一只罕见的正常的普通蜜蜂吗？哎，三只黄色的小蜜蜂，那也不错。我们把蜜蜂喂喂啊，这样吧，菠萝和蓝莓不错，把菠萝和蓝莓给轰炸蜂喂一喂，一个，好，然后来八个，200点升到4级，蓝莓喂一下，全部，包括菠萝，是，哇，这个酿造的速度真的是好诡异啊，有一种黄色的液体从这里喷涌而出。给了5只蜜蜂就可以从这过去，对面有一个4级的蜘蛛，哇，抢占资源，有没有东西拿？打他啊！哦，有券可以拿，好东西啊！这个是白色的花蒂啊，它咬好疼！快，小蜜蜂！咬死一个，好，只要躲开，我的血量还是很满的，躲开，咬他 ，nice， 哇，这采集的速率是真的快，这里还有一些这个勋章，然后这边15只蜜蜂之后还可以来新的区域，这里是一个新的区域，有甲虫，救命！打他！咬他！好歹我们也有5只蜜蜂呢，咬他！好的，就是嘛，相信我方蜜蜂的实力。来，您先开采着。这是啥？哎呦，我尖刺，恶毒蜂，900多滴血，我去，这什么地方？我的天，哎，有玩家帮我。对，来，小哥帮一下，帮我咬他。哇，你看看人家的东西，我的天！做出鱼类，有没有吃的？哎，没掉东西吗？这恶毒蜂杀死了，但是他竟然没掉东西。我的蜜蜂没死吧？还好，我的蜜蜂现在都没有受伤。来，继续开采。有了新的背包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开采3500点蜂蜜，刚好这个任务就可以完全完成了。与黑熊交谈，厉害！凭着你热切的奉献，我相信这颗银蜂卵孵化了蜜蜂会继续发扬光大，成为一个很好的酿蜜者。给，好的，现在给了一个银蜂卵，有几率孵化成稀有史诗、传奇或者神话蜜蜂。作为一个欧洲人来说，应该是可以孵化出神话蜜蜂吧？我们试一下，来，就放在这里，神话，史诗级蜜糖蜂。哎，还可以啊，比神话低了一点。一只生活很满足的蜜蜂，手里有最甜蜜的蜜蜂。如果你运气好一点，说不定它会分你一些。这只蜜蜂我看一下，就这个蜜蜂的时候是增加50%的收集速度。有这个蜜糖之后呢，我们收集蜂蜜的速度会增加很快。刚好试一下新道具和新装备。这个玩意儿，哇，这个一次可以24点收集。然后看一下蜜糖蜂的收集速率好快。哇，蜜糖蜂会让我方普通的蜜蜂收集速率变得非常的快。可以。来，炸弹，蜜糖看出现一个奇怪的奖杯。哇，拿上之后直接炸开了。就是收集的同时它瞬间直接让我产生蜜糖，不用去用花粉去酿制，直接产生蜜。跟大佬一起来抢。哇，你看看人家的蜜蜂。哇。400多600多，哇，跟着大佬走，哇，大佬好强。我发现这个游戏的玩法，跟着大佬后面去抢那种蜜糖吃。大佬有好多蜜糖蜂，哎，蜜糖蜂的等级好高，它产生蜜的速度好快。我收集满了，哇，真的是酿造速率好快，已经9000多的花蜜了。你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养蜂人，从现在开始我会发布更难的任务。如果完成10个会送一颗金蜂卵，金蜂卵可以孵化出史诗或者传奇蜜蜂。去竹子园收集4000份花粉，竹子园是后面的区，将3只蜜蜂升到4然后再来。
给你的蜜蜂喂15份点心并使用一份凝露。我跟这个熊猫小哥，这个玩意儿真的是，他这边会有大量的钱跟着他在这里边跑，好多钱啊，我的天。之后我们要去寻找一个，这里是一个点券商城，去这里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有礼物吗？啊，有商店。哦，这里可以买各种东西啊，500张、2000张票券，一只小熊，偶尔赠送礼物。这是票券商店，这票券商店也太贵了吧？对，这里花费6张票使用皇家凝露攻击，我有9张，那就用一下。哦，皇家凝露，将一只蜜蜂变身为随机的稀有史诗或者传奇蜜蜂。哇，这个太强了，这个。而且为什么我有个加速的效果？帮我跑得好快，就是它，给你。让普通蜜蜂变身是淘气蜂，史诗级的淘气小蜜蜂，速度快，伤害高，留声机。哇，这是个红色级别的，哇，这个好强。来，皇家凝露还有一个，把它也变一下。嘿，是，又是一只淘气蜂。现在多了2只新的蜜蜂，叫做淘气蜂，史诗级别，从临近13朵红色花粉中采10份，是红色炸弹，并且可以炸开13朵花，属于稀有级别哦，稀有级别的，是不是很刺激？是的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蜜蜂在喝下皇家凝露后会变身成什么，但请记住，结果并不总让你满意。等你准备好学习更多饲养蜜蜂知识，就再来找我吧。哇，又给了一些点券和糖果。来，淘气蜂进攻，咬死它！你看这3倍的伤害，好高，直接咬死。好吧，这个游戏实际上还挺干的，我不知不觉已经玩了将近1个多小时。后续的话肯定是继续来采摘蜂蜜，对吧？让我放的蜜蜂跟着我一起采摘，同时去酿造，去把身上的这些花粉的全部酿造成蜂蜜，去购买更多的蛋，同时把这些蛋的品质升级。最终目标可以看参考一下右侧这个玩家，有上100个蜜蜂，而且等级都非常的高。哇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震撼呢？不管怎么说， Roblox 这个游戏当中这个采摘蜜蜂的蜜蜂模拟器呢，实际上玩法还是非常多样的，而且比较干，有兴趣同学可以去玩一下，也可以去加下我的好友，后续我们可以一起来联机来玩这个游戏，也是可以组建共同的家庭的。好吧，那本期视频就在这结束了，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下我的频道哦，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了，大家拜拜。更多精彩视频搜索逍遥小峰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